就要加班的时间给你，我给你做一副口。好。
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今日嘅表演啦。第一隊的演出隊伍，給一下的評語，同埋互相交流一下，有請大家。
得一支麦啊嘛。一定是一齐的。首先介紹一下先啦，許敬晨同事，大家好，佢叫李浩生，我叫李浩生，大家好啊。咁我講先啦，咁其實頭先我就特登先睇咗你個 IG 啊，咁啊，首先咧 IG 好靚，我要呼籲下，如果未結婚嘅朋友，真係考慮下佢哋啊，主打廣東話嘅婚禮歌，有甜蜜嘅 sweet 嘅嚇，第二次有冇咁㗎？冇第二次㗎嘛，因為做過一定要生一世㗎，扮人要嗰啲啊，好好好對比，咁啊剛才針對因為我們有一首是拿來比賽的，就叫《細情侶》，首先真的很有默契的，即是唱全是第一首，是真的非常之好，那和音都很好，兩位主唱的把聲很靈，控制力很強，我必須說是很好，那他的band都很好，那就是給點掌聲吧，就是首先真的很好的，全部個人技術啊，唱也唱得好啊，這樣的我唯獨是俾少少意見就係、是、有陣時因為你可能真係唱慣婚禮嘛，咁音響方面咧可能就兼顧唔到咁多，係啊。咁譬如今日其實對於可能對於你哋嚟講，今日嘅音響係特別嘅，會唔會㗎？定係你哋有追過做 busking 都有試過咁嘅情況㗎？係啊。咁其實係冇辦法，你哋四件樂器啦叫做。你哋係一定要就住個 sound system 去做嘅，係啊。咁我就見到好多情況就比較上，一好快就去到好呼，咁好呼之後，你就會再繼續用力，咁但係個音響俾唔到你，咁樣係就係、是、我覺得可能如果咁樣就係有限度嘅音量之中做 layer。係呢邊樣就難嘅，真係咁睇下下一次啦。希望如果係咪有福彩有決賽咁樣嘅，係啊，哦咁就唔知啊。咁呢樣嘢係我唯一嘅意見啦，係好好啊，真係啊，行得都好。可唔可以麻煩我先？可能自己影張相嘅會上。